各位阁员郡守，请尽快就座哈，我们要开始准备上课了。啊，咱各位同心，哦，大家请坐哈、哦。咱即马过来开始上课。上课以前，我阁重复一遍：台中州甲台南州的副州长，中昼12:40，伫咱的办公室边仔迄个小型会议厅哈、哦。啊，咱秘书长要跟各位讲话，吼、哦，沟通哈、哦。好，好，咱阁继续。吼、哦，好，首先咱。把咱的这个郡守、甲阁员的预备会议的这个这本册哈，咱来个翻到68页。我看到未？好，来，咱来看。68页下第五节有常设委员会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哦，各位阁员哦，各位郡守，你将来哦，如果说有什么议案要送到哪一个委员会哦，你要事先了解哈、哦。好，我们这20个委员会，我们来读一下哦，它的管辖的事项哈、哦。好，第一个内阁委员会，它所管辖的是内阁。管辖的事项，但不包括安全保障会议啊。第二个，总务省管辖的事项啊，还有离岛开发，还有不属于其他委员会管辖而由总理府管辖的事项。好，第二大项，地方行政委员会啊，管辖的是地方公共团体。第二，自治省管辖的事项。第三，公安委员会管辖的事项。第三个法务委员会管辖的是法务省管辖的事项，法院的司法行政的事项。好，第四外务委员会管辖的是外务省管辖的事项。第五大藏财政委员会管辖的是大藏省管辖的事项，但不包括预算委员会及决算委员会管辖的哈。好，第六文教委员会。文部省管辖的事项，教育委员会管辖的事项，台湾学术会议管辖的事项。第七，后生医疗卫生的委员会管后生省管辖的事项。第八，农林水产委员会管辖的是农林水产省所管辖的事项。这都是跟行政部门相对应的。好，第九，商工委员会通商产业省所管辖的事项。有经济企划厅管辖的事项，公正交易委员会管辖的事项，就是公害等调整委员会管辖的事项，但限于矿业等土地的利用哈。好，运输委员会，好翻过来，管运输省管辖的事项啊。第十一通信委员会啊，管辖的是邮政省管辖的事项。第十二劳动委员会。管劳动省管辖的事项。好，第十三建设委员会啊、哦，就是建设省管辖的事项啊、哦，国土厅管辖的事项啊、哦。第十四安全保障委员会，它管辖是防卫厅管辖的事项啊、哦。好，第十五科学技术委员会，
管辖科学技术厅管辖的事项。第十六，环境委员会管辖的是环境厅管辖的事项。好，第二，公害等调整委员会所管辖的事项，但不包括商工委员会管辖的啊。第十七，预算委员会啊，就管预算。决算委员会，主要是决算，还有同意预备费支出的事项，同意从决算调整资金编入税入的事项，国库债务负担行为总报告书，国有财产增减和现存额计算书及无偿贷款计划总报告书。第六，其他会计审计院管辖的事项。第十九，医院营运委员会啊，就是医院的营运啊，还有医院的过程啊，好，议长的咨询，法院法官弹劾和法官追诉委员会啊，国会图书馆啊，其他医院的法规啊。第二十个，惩罚委员会，主要是惩罚议员或者议员资格的诉讼啊。好，这二十个常设的委员会啊，这个我们注意一下。你看它这相关的都是跟行政部门，都是什么省什么省什么厅啊，这都跟行政部门的一些单位有相关。好，那我们这个是二十个是属于众议院的委员会，但是参议院的委员会只有十七个，那少了哪三个？就是少了我们现在的第七十页的十四、十五、十六。十四是安全保障委员会，十五科学技术委员会，十六环境委员会，缺了这三个哈。好，接下来我要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听，我用北京话讲，就是希望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啊，你都会听得懂的语言来讲。我没有讲的不一定会考，那我讲的啊，恁发言较慢，恁若无对对讲，我没有讲的不一定会考，我讲的啊，对啦，没啦，安尼恁困醒啦吼，好，啊认真听，认真记吼。选举参众议院议长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要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才可以举行议长的选举，是三分之一哦。好，参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已获得过半数选票为当选人。好，议院休会期间，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或总议员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要求时，议院可以召开会议。好，是四分之一哦。好，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必须由全体的提议者就全部提出请求才可以撤回议案。好，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的信任或不信任案的动议或决议案子，必须附上理由，由议员出席的二分之一以上赞同者联名啊，才可以向议长来提出啊，这是二分之一啊。好。议事日程当中要记载的有开会日期、开会的时间、提交会议的案件及其程序啊，这三样。好，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啊，他所有的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的问题或者超出其范围。好，众议院可采取表决的方式有起立表决。
不在里面，所以你要注意听。我才刚刚讲说你要注意听，哦。又紧了，无你注意听了，你注意听，啊，你个记个安得啊？你也在目睭开个啊，注意听安得啊？不要有杂念，卖欧北看，卖欧北想，啊，就安尼点点听。我口齿应该算清晰吧？啊，拄啊无注意听，啊你，我咧找资料。好啦，无要紧，啊我即卖先读一遍，我等下阁读第二遍。哦，互你加深印象，安尼好唔好？哦，好。好。好，如果出席议员达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就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哈，这是五分之一哈。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啊，是法官追诉委员会。好，有关议员的请假，必须要附上理由，并确定日数，事先向议长来提出请假。经过请假许可履行的议员，他的出发还有回来的时候都必须向议长报告。好，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如果在请假期间内出席议院，则请假的许可就自动失去效力。好好，在当选议员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必须向事务局来出示当选证书。好，不是出示身份证哦，哈，是出示当选证书。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参议院议员定期选举之后，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来设立。好，好，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设立。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它设有17个委员会。好，好，那众议院议事规则里面就设有常设委员有20个，哈，这个众就比较多，哈，众议院的众你就知道，哦，是比较多的那一个，是20个那一个，哈，那参议院是比较少，它是只有17个。好，那么，决算委员会管辖的事项，就是决算，还有国库债务委员啊，国库债务负担行为总报告书，还有同意支出预备会啊，这三个是决算委员会所管辖的。好，同一个议员就同一个议题的质疑，不得超过三次啊，你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啊，这个三次。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时，就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再举行决选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但得票数相同时，要怎么决定当选人选呢？就是用抽签决定。哈，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是由谁来决定呢？就是议院整个议院来决定。哈，不是议长来决定，也不是委员长来决定。哈，好，在议案的提出，哈，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与赞成者来联署向议长提出附带预算的法律案，必须附上阐明实施该款法律案时所需的经费文书。好，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如果委员长有事故时，由理事来行使职务。好，议长宣布开会之前及宣布散会、延期开会或者休息后，
任何人不得就议事问题来发言。表决的时候不得附带任何条件。表决的时候不在场的议员就视同弃权。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必须制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和证据的诉状。好，委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提名。好，委员的辞职也由议长来许可。有关众议院进行法官弹劾，法院的审判员及预备审判员的选举以单记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质询的时候包括书面质询与口头质询。好，开幕式的日期和场所由参众议院各自决定。啊，这个是不对的哈。好，好，那么等一下我再找时间啊，让你们再了解一次哈。啊，你有清楚不？有哦，哦，不，好啦好啦，我等下再找时间。内底有部分啦，啊，我讲的这重点啊，几本你读了了吼，你会会意啦。哦，所以我拄仔讲的叫做重点啦。拄仔讲的叫做重点啦。册内底有哪有啦？啊，我已经帮你收集重点了，安尼无较简单吗？这课的时候，有人敢若九分钟就写完啦，就出去啊。哦，所以应该无困难哈。诶，内底有哪有无唔对啦？好，咱继续上课哈。等下我会找时间阁讲哈。好，行政权与行政国家啊，为什么行政国家会形成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因为行政相关的职权扩大所造成。啊，为什么会扩大？就有这些问题发生。1920年代啊，那是全球那个经济大恐慌，那造成很多弱势团体、很多工人失业，很多家庭连吃饭都有问题。好，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大有为的政府行政团队出面来善后。所以以美国为例，那时候啊，他们就有一些福利的措施，那个社会福利的这些政策啊。我40年前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在银行前面排队？啊，那些人穿着也不是穿得很好，啊，我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才发现他们是在领救济金呢，啊，去银行领救济金啊。好，那么你看，那么政府要帮助救助救济这些弱势的族群要怎么处理？他一定要派人员去调查、去了解、去记录、登记，好，哪一些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员，好，造册，然后送上级单位审核通过以后，还要寄发通知书。那个通知书就是可以去银行领钱的一个证明书。好，这些都是要有行政人员来做。好，所以就造成这个政府的组织开始膨大，而他的职权也一直扩大。好，那么规制行政，就是刚刚讲的国会的立法只是大原则性的，那么施行细则一些法规，好比说交通法规、营建法规，刚刚讲了一些，医疗法规，食品卫生，的管制法规，都是行政部门他来规定，来制定这个法规，那
你看他就变成好像他也有立法权了哈、啊。这些规则包括交通法规、啊、我们如果闯红灯就会被开罚单、啊、这些都是行政部门在做。好，当然很多 公共建设要行政部门来设计规划发包那个监督营造、啊、还有控管品质验收、啊、这些都要行政部门、啊、一些专业的配合专业人才来做、啊、所以造成因为包括道路交通、啊、新的有高速公路都要有新的人才，还有你发包像新的高速铁路、啊、还有航空站、啊、这些、啊、都要有行政部门、啊、来做、啊啊、包括港口的设施、啊、都是、啊、好啊，包括国际交流，啊，那么你看，以前只有船的时候，那国际的交流就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有飞机以后，效率很快，所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啊，他的外交人员的交流，包括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啊，啊，都一直在扩大。啊，这刚刚这四项就是造成它的相关的职权扩大。好，权力制衡的功能失调。好，我们看司法部分。好，你看刚刚讲的那个行政法规哈的规制，他们行政部门规定制定，好比交通法规，然后委托警察单位来执行。你闯红灯，你交通违规照相就给你进行举发啊。法规也是他制定，处罚也是他在处罚。那司法部门本来是你有犯法，我司法部门起诉，可是就变成这个连司法部门的一些职权都被行政权瓜分掉了。好，那立法的部分呢？我刚刚讲了，在内阁制的英国，86%。是由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送到国会去审议，那国会好像只是变成橡皮图章，87%啊，97%都会通过啊。好，你看立法权好像也被取代了。OK， 好，这就变成权力失衡了。本来是三权分立嘛，应该照讲要啊。好，行政作用机动反应功能，好比说。有一个家庭他发生窃盗案，小偷进去偷东西，结果这个可能是新来卡手卡不美了，弄个病变狗规矩的人弄请来把这个车子要给抓起来啊，这车子说拿刀子把家一个家人刺伤了，但是最后还是被抓起来，那后续的动作要做的嘛，第一个一定打110报警，你不可能打给司法部门，也不可能打给国会，因为国会他有休会的时间，他只有即使有开会，也有只有白天，但是小偷都是晚上在偷东西，没有人在运作啊。啊，司法部门一般是被动的，只要减掉啊单位啊，警察抓到人啊，送到那个司法部门来起诉啊。所以这两个没有机动反应的能力。只有行政部门，你打110，这24小时运作的，就近的派出所啊、哦，打到110，他会指挥就近的派出所派警员来处理，来把这个犯人抓起来，去到警察局问笔录，移送法办。那么这受伤的呢，你是不是要打119，请消防局的这个救护车来送到医院？那个也是24小时运作啊，所以变成只有行政部门它是可以说24小时运作，大部分的都有人值班啊，随时可以动员来做，好比说救灾的工作或者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哈。好，那么行政国家有很多问题点哈，行政权在权力分立体系突出壮大，
行政权独大，啊，使立法本来是优位相形失色，变成国会的立法部门只是我刚刚讲比较像是一个橡皮图章啊。第二个，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将由专业的技术文官体系的这些行政首长、这些精英所取代，啊，这是行政权一权独大的关系啊。啊，我讲到刚刚那个重点哈，因为我是9:10要下课，不是9:20，我现在想起来，我赶快来讲哈。我等了，等了你们。好，大家竖起耳朵，闭上眼睛，认真听啊。我无讲的，无一定会考；我讲的，一定考。哎，对，好。选举参众议院议长，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达到1/3，啊，以上，议院可以举行议长的选举，啊，是1/3。参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以获得过半数选票，啊，为当选人。议院休会期间，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或总议员1/4以上的议员要求时，议院就可以召开会议。好，是1/4。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必须由全部的议员提出请求才可以撤除议案。好，是全部哈。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的信任不信任案的动议或决议案时，必须附上理由，由议员出席1/2以上赞同者联名来向议长提出。好，是1/2。好，议事日程中要记载的事项有开会日期、开会时间、提交会议的案件及其程序，好，这三样哈。好，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啊，所有的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的问题或超出其范围。啊，参众议院可采取的表决方式有起立表决、记名投票表决、无记名投票表决这三样。如果出席议员达1/5以上提出要求，哦，就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哦，是法官追诉委员会。有关议员的请假必须附上理由并确定日数，事先向议长提出请假书，经请假许可履行的议员出发和回来的时候必须报告议长。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如果在请假期间内出席议宴，则请假许可自动失去效力。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必须向事务局出示当选的证书。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参议院议员定期选举之后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设立，在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设立。参议院议事规则设有17个常设的委员会，啊，众议院，哦，众就是比较多，众议院的议事规则则设有20个常设的委员会。有关会议的记录的叙述要有，意思要依照数据法来数据。
会议记录由议院保管，会议记录要刊在公报上，好，这三个都要哈。好，同一个议员就同一议题的质疑不得超过三次，不可一而再再而三了哈。好，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就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再举行决选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但得票数相同时，如何决定当选人？啊，就是抽签来决定。啊，好，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是由议院来决定，哦，全体议员来决定，不是由议长啦，啊，或者是委员长来决定的。啊，好，议案的提出，啊，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与赞成者联署来向议长提出。附带预算的法律案必须附上阐明实施该款法律案时所需的经费的文书。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由委员如果由那个有委员长有事故的时候，就由理事来代理行使职务。议长宣布开会之前即宣布散会，延期开会或者休息后，任何人不得就议事问题来发言。表决的时候不得附带任何条件，表决的时候不在场的议员就视同弃权。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必须制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和证据的诉状。委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来提名，委员的辞职由议长许可。啊，有关众议院进行法官弹劾，法院的审判员及预备审判员的选举以单计无记名投票，啊，单计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执行的时候包括书面执行与口头执行。啊，好，听证会之公诉人只听取利害关系者和学识具经验者等。好 ，OK， 以上。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继续上课。安尼听有无？有哦，吼，哦，一半一半吼，哦，好啦，啊，安尼应该会使啊，应该考，这足简单啦，应该考会得过啊，吼，哦，你有写，有听吼，哦，一般都拢会及格啊，吼，哦，好，啊，这我来甲讲好完啦，吼，哦，规个。国家的政治哈，政治的主导权将由国会移转到行政机关啊。本来国会是一个最高权力的机关，可是名义上是这样。那么现在因为相关的行政部门的组织一直扩大啊，以前啊，像美国以前也没有环保部门，也是因为工业发达以后。很多化学污染、工业污染发生了，所以美国人注重环保以后就设立一个环境部门。好，那么九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的国会又核准成立一个国土安全部啊，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啊，国土安全部啊，这也是由国会核准新设立的一个创新的部门。那么国会你创新这个部门，那你也要预算给他，他才可能运作啊。好，那就是因为后来行政部门越来越扩大，越来有越多部门，所以会变成政治主导权由国会移转到行政机关啊，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行政国家有一些问题啊，国会所立的法律
将由行政部门的行政计划还有它的规制啊，刚刚讲的一些行政法规啊所取代啊，所以国会好像变成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提案也是行政部门在提出规划啊，提出法案。那么人权与自由在行政的规制还有限制的秩序要求下受到危害哦，以这一次张志军啊，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湾访问，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警察权变得这么大，他压制人民的言论的表达啊，他把要表达意见的台湾民众隔得老远老远，你在这边怎么呼喊都听不到啊。那么如果以美国的行政比较中立，他应该在张志军通过的地方把正反两方啊，两方支持的啊为在路的一边啊，那反对的绿军的围在一边，有警察拉一个封锁线，你如果越过封锁线就逮捕啊，警察就可以进行逮捕啊。可是目前中华民国体制下，他是把反对的声音隔得老远的，你根本就没有发挥你人民表达言论的自由的那个空间啊，而且你他还经常遭到不当的那个警察的暴力啊，这是公权力的暴力啊，啊这个就是危害到我们人权还有自由啊，啊这些规则都是行政部门定的，他们也讲了头头是道，我们依规哦，依法哦，依规那个规制，还有依国会立的法来执行他的任务啊，还讲得头头是道啊。马英九经常讲他依法行政哦，其实如果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像我们台湾民主，都以百姓来设想，我们所规定的不是要限制人民，我们反而这些规定是要保护人民，那心态不一样，所执行出来的就不一样哈。好，那有效来制衡行政权有哪些对策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落实依法行政啊。那依法这个法就是国会所立的法，那你行政部门如果不依我的法，那我就用预算的审查来控制啊，来抵制你行政部门啊。啊，这个就是财政国会中心主义，这些财政啊，你行政部门的一些财政这预算是被我国会所掌控啊，我如果给你删预算，你很多事情就做不了。好，行政裁量权的监督，刚刚讲的那些法规啊，一般的行政法规叫做行政法规啊，不是立法啊。好比他要处罚我们闯红灯啊，比如说有本来的1800要提高一倍到3600块哦，这些要经过适当的管道，经过行政那个立法部门来控制那个警政署的单位，叫他不可以过度的使用这些行政法规的裁量权啊。啊，还有行政组织的制衡，你行政部门要新设一个组织要经过国会同意哦，才可以编预算给你这个组织运动啊，这个行政组织啊，你可以不准他设立新组织啊，或者是用预算来卡住他，不给他预算啊。好，资讯公开的制度啊，就好比说你行政部门要做什么新的啊建设啊，或者新的措施，你一定要广为在网络上告知，或者在电视报纸上啊，要在舆论界啊，让整个台湾老百姓都知道，你资讯越公开啊，人民越了解的时候，才不会造成对立。好比像现在这个服贸，就是行政部门避免造车，不事先跟台湾民众开公听会，让台湾人民参与了解，来制定要跟中国来签这个服贸，没有人民的核准，当然就造成
他签完以后回来，我们台湾老百姓就知道了真相以后，就极力反对，所以才会有太阳花学运的发生。好，那么时间已到，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好，谢谢。好，各位阁员郡守稍候一下哈。